也是大胃王是吧？对。我好像有听过这名字，但基本上，这机会剪进去吗？好想拍美食暴发户哦！自从收尾了之后，我就没拍过美食暴发户了。现在吃了一口就饱了，但是中秋节大家都来烤肉，我想拍，所以我决定了，我要拍一个特别版的美食暴发户。我找一个大胃王来帮我完成美食暴发户的这个计划。然后每次看这大胃王的影片呢，都觉得他能吃很多。那我们今天就来挑战一个新的计划，就是他能吃掉我多少钱，这样比较快。这第二块我饱了，走吧，我们去看他吃吧。好，那欢迎我们的大胃王泡芙。大家好，我其实昨天有看一下他的影片，然后我就发现他刚好跟我是我相反的人，我是讲话非常快的，他讲话非常慢。那你们在看影片，可能在他那边部分是做快转，然后在我这边就放慢这样子。想必大家一定很想知道为什么我会找他来拍。那第一个当然是他就是很能吃嘛，那第二当然就是我觉得你是我看过就是大胃王里面最漂亮的。对，所以我希望我的影片女生都是漂亮的女生来，那当然就是邀请你过来帮我拍摄这支影片。那泡芙今天麻烦你两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因为有看我影片，大家都知道就是我刚做缩胃，其实我很想吃，但是吃不下，所以我现在只能就是看你吃，当作我自己吃。所以希望你可以帮我把东西吃多一点，让我可以满足一点。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因为我一直对大胃王算蛮好奇的，就是看现在大胃王 YT 这么多嘛，然后很想知道说，就是真的是这么能吃吗？所以想亲眼见证。但应该你大概有略有耳闻我的行事作风。假如说今天真的看起来吃的还好，对，那招牌可能就会被我拔掉了，就会被我喷说大胃王作假等等之类的。那第三件事情，其实本来我们频道在前面就有说，就是我们要开始缩减经费，因为快没有钱再继续拍影片了。但因为你特地你是第一个我大胃王来提来，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做个奖金制度，你能吃多少？菜单金额我会另外给你一份奖金，假如说你吃掉十万块，我就给你十万块。当然希望说你能尽力吃多少就多少，但是呢以身体健康为主，因为我看他们这样吃也觉得蛮恐怖的。好，那废话不多说，泡芙你就可以直接开始吧。好，那我们就边吃边聊。对，所以我要不要讲笑话？没有，我跟你讲，今天的蛮好笑的。不是，我不会尴尬，我就啪，整个这个东西全部在下面。你是真的很爱讲笑话？对啊。我现在就是每支影片的习惯就是一定要有一两个笑话，然后没有讲的话，观众还会讲。你有在乎观众的感受？有啊，我每个留言都回。我先问第一个问题，是我最想知道说，你怎么会同意参加这个活动？感觉蛮好玩的、啊，而且我平常会看影片。真的假的啦？我从那个呱呱的那一集开始看。就想要难得有一个笨蛋跑去买那么多，买超多。你是不是常常就是开游戏直播开台？算对，有固定。那你知道谁是第一个去网咖的人吗？谁第一个去网咖？关我屁事啊！谁？我好好没事没事。谁第一个去网咖？不知道。郑成功，因为他是开台始祖。我先播瞎子，因为我刚刚出来有冲动想踹倒桌子。我讲实在，我不怎么看其他 YT 的影片，但你的影片我都多看一下，只是认真。但虽然不会看完，但都有看。像那个是6万的 Q&A 吧，那一集我就几乎快看完。对，我就有认真把它看完。大家如果不知道为什么会把它看完，就看那支影片就是知道。在我频道，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也没看过你。那我就帮大家问，你目前是单身吗？那你择偶条件是什么？择偶条件，我想讲话好笑的，讲话好笑的。那你觉得我讲话算好笑的吗？蛮靠北的。等下靠北跟好笑是同一个类型吗？就差不多。差不多。OK 啊。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介意你另外一半有纹身吗？我觉得以前高中的时候我不喜欢。但是现在我觉得没差，就是每个人喜欢做什么是他的自由。好，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那你介意你的另外一半是胖或是瘦的吗？我有交过很胖，也有交过很瘦。所以你不在乎就是胖瘦这样子。那第三个问题是算是这个问题，这个就是择偶条件最后一个关键问题。就你介意你的另外一半有纹身又有点胖，然后又有家室吗？有家室好像不太好。有帮大家问问的，那绝对跟我没关系哦，大家应该知道。你是吃快比较强，还是吃多比较强？
多哦，吃坏应该是小慧，吃坏是小慧，他谁？也是大胃王是吧？嗯，对。我好像有听过这名字，但基本上，这机会剪进去吗？那接下来一个问题是我们导演要问的，就问说为什么你会走上大胃王这条路？但是因为我已经看过你一遍，我直接帮你回答比较快，你先继续吃。他是因为有一次跟他朋友同学吧，对，一起吃便当，然后多了五六个便当出来，结果就把他吃掉了。结果他同学就发现他很会吃东西，所以呢就帮他报名了第一次大胃王比赛，就是争先。对，哎，你也太了解了吧？我在做功课的，不要看我这样子乱拍片，我在做功课。我昨天也真的去把你影片大概复习掉一下，这样子对。导演，这种烂问题别问好吗？这大家都知道。对，而且大家那么想了解，其实老实讲，你们去搜寻一下泡芙，其实他的影片内容除了吃东西之外，就是回答问题，所以他应该回答过蛮多问题的。对，尤其像你昨天问的那个问题，我也在里面看到了。他有说一个不能问的问题。那你会介意跟 YT 交往吗？我觉得我现在好像比较适合，哎，因为感觉跟就是一般生活的人会时间比较难搭上。哦，像这样也真的也是真的，因为他也不知道我们在干嘛。对啊。对。那我问另外一个问题好了，你是属于大胃王 YT 吗？嗯。那我是属于哪一种？其实我不知道我是属于哪种 YT。实话直说吗？有这种 YT 吗？还有氪金的吧。氪金 YT 哦，这有点帅，就是很有钱的那种。我不是很有钱，我是比较敢花钱。对 对，我们倒很有钱，就是没有在省企划成本的 YT。哦，因为我的工作不是 YT 啊。对。你像我知道你是主营 YT， 假如说你可以选择了，你会想要跟哪种 YT 类型在一起？我希望的默默的答案是氪金 YT。哦，对，氪金 YT 啊、哦。OK。好，那主要问题就是说，因为你说你主职是这个，可是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吓到一点是说。我在想说，如果我组织做 YT， 我觉得我会饿死、欸。为什么？因为收入很少啊。你收入有超过六位数吗？有啊。那是请问一下我团队为什么？不是不是我觉得我啊，经营不善。我觉得是因为你不接业配啊。你不是说十万订阅以前不接业配、欸？他有看呢、欸啊，我有点感动。其实我也很想吃，但是真的没办法吃。现在光用闻的就觉得饱。所以你连一口都不行。我昨天测试就在拍片前，应该说昨天我就在想说，我今天能不能吃一些东西。所以我昨天算是有真正去进食过，以前会偷吃东西，但是会把它吃了就吐掉，因为有不能进到胃里。因为我胃现在只有养乐多大小。那昨天因为知道今天要拍跟你拍片，想说至少要吃个东西吧，而且看那么多东西不吃真的很痛苦，所以我昨天就吃了，然后我煮了三颗水饺，我只吃了一颗，吞不下去第二颗，就是目前的食量，对。就这样就饱了，饱了，好扯哦。但对你来说，你一个月可以省好几万的伙食费，真的。但是你工作就没了。哦，对。那你有遇过什么疯狂的粉丝吗？最近有一个，他每天都传他的裸照给我，但是我没有封锁他。他有纹身吗？没有。那他是 YT 吗？不是，就是一般的。那有胖胖的吗？瘦的、哦，那我传错了，靠腰。不是我传的啦，你为什么不把他封锁掉去啊？为什么这样？我又少一个粉丝哎、欸。你有病是吗？我们是有差了一点粉丝啊，我们有实力的东西。目前的 YT 来讲，你会比较欣赏哪一个？这样子哦。频道应该是不会讲外形剧啊，对，先不管个性。好像还好哎、欸，因为我没有很注重外表。所以我们现在就问说，你会看哪些 YT？ 你们两个我都会看哎、欸。不要拿我跟他比较，我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他是专门在做黑人的，我不知道。像我们团队就整天在库存慌，就是我们没有库存片，就是每次在追紧追着赶快拍。你应该有吧？我也是哎、欸，没有，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就是你可以拍到最新的东西呈现给观众看。这样讲好像有道理耶、欸。对啊，我发现你很会自我安慰。没有啊，这就是懒惰啊。我是有一两只，可是我。没有剪完，因为我一个礼拜只能剪一支片。嗯，其实这边的团队可以给你使用，对，但就是使用者付费而已。哇、欸，你看一下，嗯，我现在刚好吃到第九排，嗯，但我不能再吃了，这影片就不会上架了。你会胃食道逆流，逆食道。你要不要换个口味吃个虾子？好啊，谢谢。我先跟你讲件事情，我没有帮过我老婆剥过虾、真的、哦。对，这是应该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帮女人剥虾。太感动了。如果你相信的话，你一定很容易被男生骗的。
我真的相信。那怎样才算女朋友？你如果认定的话，我觉得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就算了。可是很多人是喜欢我钱啊。没有，他是要喜欢你这个人。但你可能分不出来。那我可能好像目前没交过女朋友。其实我第一任女朋友也交七年，第二任好像也是五年。其实认真讲，其实我是算蛮专一的人。对啊。那基本上追到你的男生的特色是真的都是第一个就是幽默这件事情吗？哦，对啊，我还蛮喜欢好笑的。那我们来现场比赛一个东西，来刘子怡，我助理先过来讲个笑话，看看能不能拉笑。嗯。等一下，我觉得那后劲有点强，我自己都想笑。后劲有点强，真的。你在喝酒是啊？哪一个职业，最需要人家关心？护士。最需要人家安慰啊。哦，你们两个异口同声。为什么？是有没有觉得老板娘换？有没有觉得老板娘换的？这我不敢说。还有想法吗？那我公布。好。天文学家，因为他们要关心。哦。等一下，为什么没人笑？那个，帮我说。好，那我讲一个我自己想到，因为那是他给我的。哦，他给你的。好，好，冰块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退伍。嗯，因为他们当兵太久了。完全没有 C， 真的想笑话大拳王。近一点，近一点，近一点。有个举重选手参加比赛，他举不起来，他就走了。那最后说了什么？啊，珍重，再见。他怎么都知道他笑话大拳？他真的好强哦。啊，我有想问一件事情。你那时候不是去泰国拍影片吗？他们这次七月有举办一个国际比赛，就有寄信问我说要不要去参加。哦，所以你就特地再去一趟这样子。对对对。你那次有名次吗？我从第八名到第七名，最后一场是第六名，我比三场。哦，你比三场哦。哦，所以都没拿第一。台湾没有第一名，前三名都被那个日本人、泰国人跟美国人包办。帮我打台湾支持四个字在这里，没有开玩笑。那你有没有最讨厌哪个大胃王？我觉得都还好，因为我要讲个最不喜欢的。我现在最不喜欢的就是广东不能提的那个。我现在算是跟他有半个仇吧。对啊，我去慢处理他。那我有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吃东西吃到被人赶走过？没有。或者是店家有点就是态度不悦？不会。那而且我还遇到也是就是麻辣的店员。然后我跟我一个女生朋友，我们在那边吃，那天都没有人，我们吃到就是用餐时间结束了，他就说，我看你看起来还很饿，要不要继续留在这边？反正我们下午没有客人，然后我们就在那边一直坐到他们收。可以讲一下是哪家店吗？好像是中山的那间麻辣。你应该下次看不到他了，他因为影片一出去他就被开除了。你觉得你的频道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哪里？外表。等一下哦，因为像。质量来讲的话，我算是中上，不要这样自称好了，就是中间。然后我们这种都是讲是心里的感觉，你信不信那是你家事的，我就是这样觉得，对啊，对。口条的话偏弱，但是有笑话支撑可能好一点。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自以为过头，就是笑话那一块，其实你有进去跟没进去，其实频道是应该是差不多的。真的吗？真的。可是我每次没讲都会有人留言啊，就是代表有人在在意这件事情。他这有记事本，他备忘录里面有那个一整篇的文章。我知道最近不是出 iPhone 吗？哦，对啊，十五要出了。你一定要买吧？那你知道谁家里没有电话吗？谁家里没电话？我家就没电话了。天一。他完全没在理我回了。天一什么？因为天衣无缝。阿力博士失忆会变成什么？失忆博士。阿力写下。然后阿力博士哭会变什么？阿力哭啥小？阿力写稿，那差不多意思啊，靠呗。那阿力不是想什么？这可以播吗？那我现在真的是已经吃得蛮饱的。我们就直接请结账的小哥帮我们算一下，帮我算一下大概多少钱？12688，有超乎我想象。以他们这样算，大概几串？是超过200串，超过200串。我原本以为他只会吃100串左右，看这蛮夸张的。那我希望可以打个折，这个88块可吧？可以啊、哦，因为我没有零钱，帮我拿12600。首先我先恭喜包子，他的吃的量比我想象中，老实讲，我的确有吓到，而且还是不间断一直吃，而且老实讲他面部改色，因为我跟他讲就是不用吃太撑，因为我讲过我不想花费太多金额拍摄了。那。这边是12600，恭喜你。好，谢谢。今天我很感谢泡芙来参加拍摄我的影片。那
说真的，比我过去拍片都觉得更轻松。其实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大胃王的影片这么多人看，因为其实看一下这种真的蛮疗愈的，就看人家一直吃一吃，感觉我说真的，我在看他吃，我自己就觉得蛮饱的。最后感谢一下提供这个场地的那个我们桃园这边的一个叫中越后烧这家店，然后提供场地给我们白色，感谢胖虎来参加我的影片，中秋节快乐，拜拜，中秋节快乐。